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各位教友，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答唱咏。父及子之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及子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祝你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开始弥撒。我
下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昔夜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存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眷恋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是我们每年因期待救恩而喜乐，求你赏赐我们今天就欢欣鼓舞地迎接你唯一圣子做我们的救主，日以后也能无忧无惧地瞻仰他自天降下来审判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攻读以赛亚先知书。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民看见了一道浩光，以往住在死亡阴影下的人们，现在已有光辉照射到他们身上。你增加了他们的喜悦，你赐给他们极大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欣，正像人们在收割农作物时的快乐，又像人们在分享战利品时的踊跃。因为你粉碎了他们的枷锁，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木，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正像从前在米德扬那天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诞生了，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来统治我们，他要被称为奇妙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恒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权伟大，他的王国永享太平。他要继承达味的御座和他的王国，他要以正义、公平来巩固并维固他的王国，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完成这一切。天主的圣言。传述他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
攻读圣保禄中途之地堕书，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显示出来，教导我们舍弃罪恶的生活和世俗的欲望，使我们在适度这自立的公正的虔诚敬主的生活，以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就是我们伟大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是为了把我们从一切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选民，日新行善。天主的圣言，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该撒奥古斯都颁布谕旨，要罗马帝国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这是在这里，若做爱地利亚总督的时候，初次所做的。于是，所属民众都各回本乡去办理登记。若是因为是大卫家族的人，便也从加利勒亚的纳扎勒到了犹大大卫的故居伯利恒，跟他已有身孕的妻子玛利亚一同办理登记。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男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里他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这时正有
一些牧羊人在附近露宿守夜看守羊群，突然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他们的身边，上主的光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使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万民的大喜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墨西亚。我告诉你们一个记号，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突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赞颂天主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弥撒还没开始之前，很多人已经跟别人握着手对着说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等等，是对的吗？我不懂，但是我的习惯是说，你还没有准备什么，你有怎么样的准备，最好呢去告解，做一些善事悔改。在降临期你应该有去过弥撒，有大概的准备，灵修准备，然后今天来到了圣堂参加这个前夕，圣诞前夕弥撒。弥撒后你出来，你大概知道了你得到的这个喜悦是多么大的一个喜悦。像今天的福音里路加讲的，我们带着这个很大非常好的喜讯，天上的天使带给我们大家的这个喜讯呢，我们传给他人。说什么？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赐下在世上平安。受光荣，又不是说基督徒天主教会这个教徒啊，或者是认识耶稣的人吗？不是，还有其他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不同宗教的，全部在思乡的人，全部要受主的平安。所以这个福音的，我觉得最大的喜讯就是伟大，就在这儿，天主的天使带给世上的人。主内的兄弟姐妹要记得，当你跟别人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的时候，这个是 不是只是 wish 罢了，为了给他讲，哎，我是基督徒敬祝，不是，就是现在马来西亚人，如果你跟别人说，跟一个马来人说，或者是马来人不可以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我不懂了。丁加诺州有这样的问题，刚刚出了一封信，他们说你不可以，身为伊斯兰教，你不可以跟别人别的宗教的人，特别信耶稣的人，不要跟他们讲 Merry Christmas， 不可以的，这个很大的罪。他们说丁加诺州，我不懂其他的会怎么样，但是呢，
假如约霍啊，约霍的这个苏丹就不一样了。他说，如果你不要跟别人，不可以这样说的话，你不要跟别人庆祝圣诞节的话，你不要住在这边了，你应该到很远的地方去住吧，到森林去住吧，到一个洞里面去住吧，是约霍苏丹说的。我刚才也说到，看到苏丹和他的老婆一起，他们向约霍人全部他们的子民说谢谢，他们说感谢天主，有耶稣，我们庆祝吧，圣诞快乐。他们是这样来跟大家说，你和我是真正的是基督徒，是教友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的呢？怎么样的准备？你听到没有今天的读经和福音呢？然后在祭坛上你真的真正的来感谢主，有没有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圣言降生成人，为了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啊，为了到我们心里，在我们家里来做个分享，然后带我们出去，把这个很大的喜讯消息也一样的分享给他人，特别是那些贫困的人，在我们当中的那些穷者、贫穷者等等，还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分享的。主内的兄弟姐妹，我最爱读的就是今晚呢，我们来听福音。福音是有很多这个部的，很多它的方式，马窦有它的方式，听众呢不一样。那么路加写的全部都是向着谁？富翁家吗？不是，路加写的说是向着那些贫困的人，向着贫穷，向着那些寡妇，向着那些麻风病人，向着那些残踩着不能走路的啊，不能看见的，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疾病，那时候他们都很需要能够看到、意识到、受到这一位穆西亚耶稣来拯救他们。还有很多的迷失的羊，他们因为得罪了很大的罪，他们觉得很对不起天主，不能够到祭台前做奉献祈祷等等，他们不可以进教堂的，他们的地方就是在外面，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朝拜天主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路加福音，他又提到有这种人，他们是谁？那些牧羊人，很臭，没有地方可以去冲凉，可以住好好住的，他们就是住在外面，没有地方住的，没有东西好东西吃的，通通在外面罢了。天使下来没有到富翁家讲，没有到圣堂这个教会的人讲，没有到圣堂里讲，他到哪里去呢？他找到了这些牧羊人，这些最后的，这些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很肮脏的，饥饿的人，还有谁呢？那些外劳啊，那些病者，那些罪人，那些在最后的，像这些牧羊人一样跟他们说，给他们很大的这个喜讯。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听了报佳音，这够吗？他们唱得很美，穿得很美，都是很漂亮，都是很好，但是你真正的有进入这个
白人恒吗？这个城吗？ Bethlehem， 我们该好好真正的进入白人城，去到马槽，真正的去仔细的看一下2000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马槽身边的那些人是谁呢？他们心里有怎么样想？他们在想着什么？他们在说的什么？他们在做的什么？他们在给的什么？他们在给怎么样的反应等等。我们的教宗方济各说，在圣诞节晚上，节气晚上，除了去参加弥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他说还有一个，就是圣诞节的很大的喜讯，我们也可以收到，不只是在弥撒里。但是你看到没有，神父到了祭台，除了祭台给他香，我还有到马槽外面的马槽，我们朝拜，跪下朝拜主耶稣基督，给他香。因为这样伟大的天主圣言降生成人，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教宗方济各说，其实路加福音在中间他有提到，当若瑟看到玛利亚肚子痛了，要生了孩子，时候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即使没有准备好，身上没有带什么钱，我还是要去找地方，然后好给他一个好地方生产，因为这个不是很普通的孩子，是天主跟他说要起一个名给他，耶稣，他是摩西亚。所以呢，他们就找了，真的找不到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所以没办法，他们到了这个很简陋的地方，很臭，没有什么准备，没有什么好的，马槽里生了这个孩子，把他藏在那边。方济各提醒我们大家，弥撒后请到马槽前跪下，可以的话站着仔细的看一下，说谢谢，做一个祈祷，朝拜他，感谢他等等。你能不能这样来对天主说谢谢呢？所以我们在家里呢，很多人喜欢就准备一下马槽，是个 crib 啊，有的话就带老公老婆一起啊，爸爸妈妈孩子们，等一下到了家，今晚做个祈祷，让他们可以看到在里面的每一个人脸上的那个表情，他们的反应，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给什么等等。天主的圣痕会来显示给我们这个真正发生的讯息。主你的兄弟姐妹，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位神父跟我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他是在印度，很这个省是在 Andhra Pradesh 一个小州啊，在里面呢，他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堂，他是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小堂区，他没有那么多的教友们，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在每一天呢向穷人做服务，特别是那些寡妇，还有他们带他们的孩子，有一些呢没有爸爸妈妈，没有父母亲的这些孩子们孤儿，他们呢其实很多，有时候神父有写信给我说一些他需要一些帮忙，可以的话给他一些钱帮助他去
做好他的工作，对他们服务。这个神父呢说，在圣诞节这个晚上呢，他也会站在马槽看一看耶稣。他也说到这些信息，他说圣诞节是什么，应该是这样来做反省，然后我们把它好好做出来，跟大家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如果你还不懂是什么意思，那不要讲了。所以呢，他说这里有四个部分。第一， Christmas， 圣诞是什么？圣诞礼物，一定要有礼物要分享的。真正的圣诞礼物是不是那个东西，是你，你们每一个人，你就是那个圣诞礼物。这个礼物是当你有朋友，你要真正的好好招待你的朋友。每一个在世上的这些兄弟姐妹，不懂是什么宗教，要尊重他们，好好招待别人，因为他们是思想受平安的，说了这个好消息的人民。所以要记得，你就是那个圣诞礼物。第二，圣诞卡，现在没有人写卡，只是我们给 SMS 传给他人，很多朋友啊收到就这样咯，有的我们来看，有的我们不看，太多了。以前呢，我们写卡，圣诞卡或者是圣诞 SMS， 就是你。当你对别人握手，对别人去帮助他、扶助他，你把你的手给他，所以呢，这个福音已经写在你的手里了。所以圣诞卡、圣诞 SMS 就是你对别人做的每一个美好的部分。第三，圣诞这样的一个敬祝，对别人我们敬祝是说 Greetings Merry Christmas， 对别人讲的这句话就是你为什么，当你原谅别人的罪，当你给大家平安，当你创造打造新的一个平安的生活，当你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圣诞喜讯。第四，最后他说圣诞节等一下晚上我们到家，有可能有一些喝酒的，有一些吃东西，很多东西准备好了，要吃宵夜，吃晚餐。圣诞晚餐就是你，当你变成最好的面包，最好的希望给那些贫困的人、穷人等等，在你身边的，像我们教堂呢，这几天呢，我看一两个星期，一直到这个月尾，外面有很多那些外劳，他们在准备的要回家，要等3-4天才可以拿到那个他们的这个信。晚上呢不能够回家，有的来得很远，他们只是躺在外面，很冷，肚子也饿了，没有好地方可以住的。我请他们进来，他们用我们的礼堂休息休息，早上就出去。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好的，圣诞节就邀请我们要有爱的行动，爱的生活，爱的分享。愿天上的祝福多多
祝福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也一样的像天使一样到处去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请起立。我们今天念这个圣经呢，有点特别。到了圣言降生成人，我们真的说听，我们跪下，感谢主，早拜天主。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住子天主的天主，住子光明的光明，住子天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非圣父所造，圣父同心同体，万物是借着他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请跪下。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受难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圣父万事如将，我信圣神，他是主义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供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敬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今夜，我们的天主救主显示了给大家，给他的慈爱与人性，不是由于我们的义行，而是出自他的爱心。现在我们向天主恳切的祈祷。求主父听我们，请为遭受饥饿、疾病、寂寞等痛苦的人祈祷，求主接着基督降生的奥迹，减轻他们身心的痛苦。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求主父听我们，在这至圣之夜，让我们为各自的意向向天父祈求。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
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派遣了圣子降生，将来人间解救我们的病苦，求你俯听我们恳切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你圣子的降生成人，是人类的救的开始，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礼品，使我们借这感恩圣祭准备我们的心灵，庆祝圣诞夜的奥迹，我们得救的根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祭献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无私的天主，我们是手搓搓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降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他身上认识降生可见的天主，而向我那不可见的美上。天上的赐福，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神，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慈的圣父，我们仰赖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悦纳并降福这些圣洁无玷的牺牲。我们将这些礼品呈向献给你，首先是为你的圣儿公教会，求你在全球各地赐他平安与团结，保护他，治理他，同时也为你的仆人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廖秉建总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所有崇奉真道忠于大公和中途信仰的人们，上主，求你垂念你的仆人们和所有参礼的人，他们的信德和虔诚是你所深知的，我们为他们或是他们为自己和亲友将这赞颂之祭奉献给你，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得救和所希望
的身心安全，他们并向永生的真实的天主你呈现自己的心愿。我们联合整个教会共同庆祝这至圣之夜，因为无玷童贞荣福玛利亚给世界诞生了救主。我们首先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母终身童贞荣福玛利亚。并纪念圣母的敬佩圣若瑟以及你的圣宗徒们和殉道者伯多禄和保禄安德勒雅各伯若望多莫雅各伯菲利伯巴尔多罗米马豆西马和达路李诺各莱多各勒蒙西斯蒙高尔吉路西贝尔所有的圣人们以及你所有的这些殉道者，主求你看他们的功劳和祈祷，在各种境遇中护佑他们。上主，我们恳求你悦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此成为我们一生平安近日脱免荣华，并得了入你拣选的人群中。天主，我们恳求你圣化并接受这些礼品，是成为你的饮食的完美祭献。天主啊，就是你从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受难的前夕把面饼拿在他的神圣的可敬的手中，举目向下向天仰望你，他的全能天子圣父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这些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要记住，我们
上主，因此我们做你仆人的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纪念你圣子我主基督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我们从他你所赐的恩物中把这纯洁神圣无玷的牺牲、永恒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奉献于你台前，求你慈祥的主一世这些祭品、祭品天主并天然予以接受，就如你曾接受了你的义不亚波的祭品，我们信仰之父亚巴郎的祭献和你的大司祭摩西之子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无玷的牺牲。全能的天主，我们恳求你命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呈现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在你神圣的尊位台前，使我们去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洁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上主，求你也垂念我们的祖先和你的仆人也们，他们保持着信德先我们而去，而如今正在安眠，休息的兄弟姐妹们，上主，我们求你赏赐他们以及所有安息与基督怀中的人们进入永福光明和安天香。至于你的仆人，我们罪人，医治你无限的仁慈，求你赐给我们加入你圣宗徒以及殉道者的团体，就是若翰、色德王、玛蒂亚、巴尔伯，所有的你的诸圣团体，请你不要看我们的功课，但按你的官人好施恩准我们加入诸圣的行列。上主，你借着他凭不停的创造圣化子生降服这一切美好之物而赐给我们。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尊崇救主的宣誓，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唱。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你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前者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更归于你。耶稣基督，你正对圣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不要看你教会的信德，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按照你的圣意，是叫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吐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主面是罪者，蒙加来福圣言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Bye.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以你唯一的圣子的圣体圣血为饮食，求你使我们因再度进入他的诞辰而获得兴盛和力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好像错了，红包不是要给的。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呢，我感谢天主，我们这里真的大家的参与，刚才你们唱的祈祷的这些美的部分，还有呢我们的歌音团包家营的这个团呢，他们忙了这几天呢去做包家营，然后上个礼拜天到了 Terminal One 还没有唱了半个小时唱给大家听。我们感谢天主可以这么好的好机会，所以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all of you。谢谢你们歌音团。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请接受天主的降福。愿无限慈善的天主因他圣子的诞生解除世界的黑暗，铸造今夜的典礼。愿天主从你们身上解除罪恶的黑暗，并以圣洁的光耀照耀你们的心灵。阿们。天主曾以耶稣诞生伟大救恩的喜讯由天使报告给牧童们，愿他以无比的欢心
充满你们的心灵，使你们也成为福音的宣报人。阿门。他有时圣言降生成人，完成天人合一。愿他赐给你们大家平安幸福，成为天上教会的成员。阿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与你们同在。阿门。弥撒里程你们去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